金雕的身影在山间和低谷随处可见。他们虽然是出色的猎手，但如果没有寒冬担任刽子手，他们也难以生存。金雕性情孤僻，不能容忍其他金雕靠近自己的领地。即使空间足够，其中一只最终也会选择飞离。金雕在自己的领地上空翱翔，但这一次它不是在寻找猎物。繁殖的季节临近了，它们必须做好准备。为了求偶，入冬以来，金雕就开始在自己的领地上空翱翔。像鸟儿一样自由，这句话有时也不是那么确切。在纤细的树枝上，两只金雕都停落了下来。他们再一次进行交配，没有人打扰这个甜蜜的繁殖过程。这是金雕的理想栖息地，地形多变的猎场以及适合繁殖的混木林，这里将是小金雕的摇篮。现在雄金雕已经连续孵了几个小时的蛋，这是雌金雕几天前产下的唯一一只蛋。已经是四月底了，在整片森林里，鸟儿们都在为自己的巢穴寻找隐藏之处。在长达约45天的时间里，金雕要日夜不间断地为自己的鸟蛋保温。体热是最主要的因素，但如果没有足够的衬垫和保温，鸟蛋就无法发育。雄金雕的爪子上有个环，很多人以为孵化鸟蛋是雌鸟的任务，但金雕会定期轮流孵化。在寒冷的四月天，金雕蛋只能在空气中暴露几分钟。雌金雕正在飞往自己的巢穴。爪子上没有环的金雕妈妈小心翼翼地坐在鸟蛋上。在阿尔卑斯山脉地区，95%的金雕都是在岩石上的鸟巢里孵化的，其他的在树上的鸟巢里破壳而出。像这对在冷杉树上筑巢的金雕，只需要照看一只雏鸟。成年金雕轮流捕猎食物，当野外猎物稀缺时，人类饲养的家禽就会成为金雕的捕猎目标。鸽房是它们的主要捕猎场，雌金雕坐在鸽房上方的某处，耐心地等待着一个最恰当的时机。与此同时，雄金雕已经得手，正带着捕获的鸽子飞回鸟巢。然
后，雄金雕又突然飞走了，把剩下的工作留给雌金雕。啄碎食物喂养雏鸟一直是雌金雕的任务。金雕的巢穴直径只有 1.5 米，高度大约为1米，和临近山谷里黑冠的鸟巢类似。年幼的雏鸟正垂涎三尺地等待着美食。在金雕的巢穴里，金雕妈妈要把食物啄得很细之后才喂给雏鸟。而在黑冠的巢穴中，小黑冠的一餐就是一整条鱼。雌金雕要给雏鸟喂食，吃饱后雪白的小黑冠会互相嬉戏，而小金雕只能不太情愿地和妈妈一起玩。金雕妈妈不断地往鸟巢里带回嫩绿的枝叶，我们不清楚其中的缘由，也许是因为新鲜的枝叶比干枯的更适合筑巢吧。它总是很热衷于保持巢穴的干净整洁。一些生物学家猜测，可能是因为嫩枝和绿叶具有抗菌的效果，但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科学的证据。喂食雏鸟和保持巢穴整洁的工作让金雕的一天非常充实，因为一个巢穴会用上好几年，金雕把自己的家不断地进行维修和扩建。金雕妈妈离开鸟巢出去捕食了，现在是5月初，天气暖和，雏鸟不需要经常躲在母亲的翅膀下取暖了。金雕在森林边缘巡视着，它并不是特别喜欢在林中狩猎，因为大部分小动物都生活在高山草原中。这只雌雕发现了猎物，有时即使是这种大型猛禽也不得不捕猎小型猎物。雄雕时刻关注着狩猎进程，然后划过草原飞向配偶。金雕们已经捕到了猎物，满载而归。尽管五月初的温度不会再大幅下降，但是雏雕柔软的羽毛被雨打湿后，体温会急速下降，因此建在岩石上的雕巢一般顶端都会有巨大的岩石遮风挡雨，而建在树上的雕巢，雕妈妈不会离开孩子太久。小雕长出漂亮柔软的羽毛后，就不能待在父母的羽翼之下了。虽然它偶尔也会依偎着母亲取暖、避雨、烘干。雨总会停的，整片森林都被淋湿了。那么小雕呢？它毫发无损地度过了大雨期。不过，由于雕妈妈有时不得不离开巢穴，因此很多雏雕会在雨季死于巢中。但只要5月的阳光洒向大地，雏雕们也就度过了危险期。当成年金雕在自己的领域上空翱翔捕猎时，
雏雕则忙着啄食剩下的食物。它仍在学习分辨哪些能吃，哪些不能吃。住在山中的金雕每天的活动也基本一样，父母带着食物回来的那一刻是雏雕最兴奋的时候。金雕也许是山巅之王，但它却没有绝对的领导权。邻居制造的麻烦并不是这一大型猛禽遇到的唯一难题。即使在天然森林中，也并不是总能轻易地捕获猎物。成群结队的有蹄类动物奔袭过来，这种好时光已经一去不返了。不过只要有草地，都会引来类似野兔、小鹿之类的未驯化动物，金雕就可以捕获猎物回巢了。对于生活在丛林中的金雕和其他鸟类来说，今年似乎是前景不错的一年。现在是六月，金雕的领地内有大量的猎物。刚刚成年的小狐狸们正在洞中打盹，但总有动物打扰它们日间的休息。然后他们离开洞穴，开始欢乐的冒险。对于金雕来说，嬉闹的小狐狸是常见的、容易捕获的猎物。金雕父母不再往树上的巢穴送食物，现在他们自己吃，然后将部分肉暴露在巢穴附近，引诱小金雕离开巢穴。不久之后，树上的巢穴空了，小金雕离开了，它在巢穴附近飞来飞去。